好，这音乐你不要把它关掉，你要当我的衬乐，因为我要让大家听，因为很好听。好，我在跟我的制作人讲话，但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民国108年5月23号，星期四早上7点钟，我访问两位朋友。我第一次访问他们，他们都是一位是很特别的妈妈，他有个很特别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但是今天坐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我觉得他特别的特别。因为我对不起，我很诚实讲，我觉得跟他讲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好，那今天就介绍在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台湾新奇儿创意协会是一个艺术创作协会。那新奇儿是什么？新兴、奇怪、奇妙的意思。那台湾新奇儿创意协会的理事长陈颖君，欢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因为旁边。你现在文化大学4年级？是。你念哪一科？我念数位媒体。数位媒体啊？对。好，他叫陈奕宏，陈奕宏是陈颖君的小儿子。对，小儿子。朋友，你要自我介绍一下。你好，大家好，我是陈奕宏，然后我现在是个文化大学数媒系的学生，然后现在要做毕业制作。那你为什么今天来非得早餐？因为。要想要被妈妈抓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好，那我刚刚让大家听的我背后的衬乐，这个衬乐呢，在一本绘本，这本绘本呢叫做这个，这叫小星星变奏曲。那小星星变奏曲呢里面的这绘本呢，因为它完全都是用一般的这个画册的规格，那这些绘本里面所有的作品我觉得都很炫，这些很炫的作品都是自闭儿的作品。是，我先请这陈颖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绘本好了。为什么会有这本绘本？其实是因为其实我在带领孩子就学的这段期间，其实在国中跟高中的时候，我的孩子经常接受霸凌。那在这个霸凌的过程里面，你的孩子就是陈奕宏。对，大家都是认为他是有问题的，那可是有问题就该被欺负嘛，就不该被正视嘛。所以后来呢，我就带了12个这样的孩子，那我想证明一件事情给大家看，就是这些孩子他其实不是社会想的这个样子，他其实是有办法去回馈社会，而不是手心向上，等着人家去援助他们的，所以我们特别走入了社区，到头城的乡下去帮耆老圆梦。那这个是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帮耆老做圆梦。那另外社区也变成孩子的具体教室，就是他们具体的去跟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做活动，然后具体的感受什么叫做舞龙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耆老做圆梦，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孩子他是就是身体力行之后，他非常的有实际的感受，就可以做创作。对，那我们的这本书其实就是这样来的。陈奕宏，这里面有哪一幅画是你自己画的吗？是特别哪一幅？有的。在前面。对，这一张。哇，爱之灯笼。龙。对，这个龙是他画的。这很厉害啊。没有。比我厉害啊。没有没有。好，那因为刚才我除了请这陈颖君老师呢帮大家介绍这本绘本之外，这本小星星变奏曲的绘本，当你把它集结成成册了之后，你希望它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沟通目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身心障的孩子，他可能到高中以后，就学习中断了，也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到启智学校，或综合职能班，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学习的管道，那很多的孩子就如果可以就在小作所，或者是这个机构里面，甚至安养院，然后去就是很少，比较少有办法
回到正常的职场去。嗯，那我觉得就是社会上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让他们运用，所以我们特别的去告诉大家，就是社区是一个，还有社大是一个，社区大学它其实可以延续学习，所以我们这次的音乐的创作其实就是个在社大里面做西洋古典音乐课程之后得到的灵感，所以孩子们其实可以透过社区的很多的管道跟社会的资源持续的学习，这样子他们比较不会退化，因为他们退化的速度会比正常人来得快。嗯，对，所以终身学习是他们需要，而且加法学习，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来说都是用减法学习，就是你不会我就把它简化，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其实是不对的。他们反而需要的是加法，那他需要的是机会还有学习的时间长度，这些部分如果改变了以后，他们其实不会比一般人来的逊色，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你自己是学商业美术的对不对？我学应用美术。应用美术是，所以你当然有这样的背景是，可是今天当你和孩子一起来，我还是要很直接的问你，当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孩子可能有自闭倾向？我在他3岁，因为我觉得老天爷给我一个很棒的礼物，他先让我变成一个老师，自闭症的老师，然后才告诉我的孩子是自闭症。所以你在还没有就是说在陈奕宏之前的时候，你已经在关注着自闭症这件事。因为我老大刚进小学念书的时候，我就到学校去应征那个选缺代理老师，因为我自己是教育世家，那我们知道在学校能够最直接照顾到孩子，所以我就直接去考选缺代理老师，那刚好就是资源班的老师，资源班的老师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自闭症的学生，所以当我的儿子在3岁进幼稚园的时候，老师怯生生的告诉我说，哎，你孩子不对劲，我是直接的反应说，老师你告诉我怎么了，因为他们在家可能是很熟悉的环境，所以是一条龙，出外的时候完全状况是不对的，对，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说，我没有像一般家长反驳，老师你怎么这样想我的孩子，不会，我是立刻提高警觉说，哎，老师你怎么样认定他有状况，所以我马上就去做了早疗，也就是，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当老师们觉得不大对劲的时候，其实老师们其实很难启齿，当他觉得有问题。对了，因为不对劲有问题这几个字对父母亲都是一记重拳。是的，不管你到底怎么认知的，你就觉得 OK， 因为毕竟我想大部分的父母亲会相信老师每天看这么多的孩子，老师很容易在这么多的孩子里面发现，哎，哪一个孩子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们无形当中我们会相信老师在鉴定孩子所谓的正不正常这件事情上面，老师应该很有鉴别力。所以当老师跟父母亲提的时候，父母亲多半第一个会沮丧，会觉得一定 something wrong。第二个会开始有防御心，会抗拒。因此那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甚至无止境的过程。好，但是我们因为你的这个协会叫台湾兴起儿创意协会。为什么叫兴起儿？因为自闭症的孩子我们给他许多的可爱的小名，有的叫星星儿。那你为什么叫做兴起儿创意协会？有一个人已经准备发言了，因为你说吧，你说，因为那个名字是他取的。哦，真的啊？对，是我取了。我为什么？我那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星星上面有大有可为的星儿，他们的潜力能够开发，然后也跟那个老师还有大哥哥讨论过，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其他的同年级的孩子不一样？没有你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你跟同学跟朋友互动都没有问题？大学会有问题，就是我不太会去跟别人互动，就是老师上课，然后上完课我就走了。你要自闭啊，就是表示你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比较差。那你自己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报告还是会有问题啊，就是要跟谁一组的话，
是，就是常学校报告啊，然后他要跟谁一组，然后或者是因为平时自己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用手机的习惯，所以我社群软体也不会上，所以就有点困难。然后因为他们同学有时候也联络不到，所以有很多课的时候会自己一个人报告。你的表达的能力跟你的状况算是很轻微的。我当然遇到过一些，也访问过一些比较重度的自闭的孩子，我也到过一些有重度自闭的孩子的家里面去过。我会很心疼，就是说，其实我们之所以不太遇到一些自闭症的孩子，是因为他们都被藏在家里。是，都被放在一个社会的很隐形的角落，有的时候是妈妈帮父母亲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他觉得自卑或者怕麻烦，但是无形当中来讲，他大大的限缩也扼杀了，就是说自闭症的孩子们他们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往往在某一些的特殊的，就像你在看到的这个电影的这个那叫雨人吧，对不对？里面的那种，你觉得不可思议，他看一眼，他就可以给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数字，或者对于空间的那种的表达，我们来讲极为困难的，但对他们来讲，仿佛是天赋的一种的直觉一样，或者对音乐，或者对绘画这种，很多人来讲觉得学不会，没有任何天分的事情。其实他们是有天分的。其实我要讲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叫做亚斯伯格症，也就是他是高功能的。那我们这本绘本里面，其实说的孩子是属于智能不足，也就是智商在70或70之下。陈一红是吗？是。怎么可能？那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特教新思维的方式，也就是说，平常别人大学 你是说他如果做智力测验的话，他连七十都不到？对对，他其实是在我们小学时候鉴定他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这一次在绘本前面，我们特别介绍了这12个孩子，而且这12个孩子我有说服家长，完全没有隐姓埋名，包括他的学校，他们都他的年纪，都正常就学，他的对吧？不是他们的研究状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我们全部都有标示出来，也是我们就是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当作借镜的话，就可以让更多的家长参考，他们在每个阶段可能碰到的问题，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可以参考我们这12个孩子的心路历程，帮助他们做决定。那我们这12个其实轻度的，目前带上来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长都是重度自闭症，他小时候是完全不会说话的孩子。也就是我第一个学生，他目前是真理大学观光系研究所硕一班的学生。那我的，所以他们两篇团长跟副团长的介绍是最完整的，那也是我们从小带上来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在鼓吹所有的家长，越小碰到这个问题，如果你用特教新思维的方法，用家法来做教育的话，他将来其实就会像你看到这样。他虽然有些地方你看起来好像他很羞涩，或者他说的他不太会跟人家沟通，但是实际上他在很多学习还有智力的发展上，他是可以慢慢跟上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在借由这本绘本大力的跟所有台湾的这个家长们做宣导。那这本书我们也用公益的方式送到日本跟法国。那所以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正视这个问题。其实他们不是不能教，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机会。台湾有这种自闭倾向的孩子有多少？现在58个里面有一个。那比例很高啊。对，那我儿子去西北师范大学，他们大陆的统计是1000万人口。你说大陆有1000万人口是自闭症。可是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容易遇到，对不对？因为就像您说的，大家都隐藏起来。那好辛苦，那个对一个家庭都很辛苦。是，那像我们这样愿意站出来，跟人家走不一样的路，其实很少。那我们其实就像我们讲家法，来说好了。陈义宏念了3所大学，4所，他念了4所。你现在在文化大学？文化大学，然后你还念了什么？还念的国立空中大学的日文社，还有呢？还有一个是
是那个应老师的那个精美社区大学，嗯，然后还有一个是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你是说你同时念？嗯，还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总共这四年花了四年。你四年念四个学，你在甘肃的那个西北大学在那边待了一学期，对不对？对，待了一个学期。你一个人啊？对，我一个学校只派我一个。我好，接下去我要访问你。第一个，我要你自我介绍，然后我要你谈妈妈，因为妈妈显然。因为刚好你有这样的妈妈，妈妈显然在你这样的一个孩子身上，她找到了开关，把这开关打开了之后，所以陈奕宏今天是今天的陈奕宏。你怎么谈妈妈？因为我觉得妈妈是从小就有学培养，就是我艺术，然后她。妈妈是在家里，那时候是在台北市安和路的时候在开画画的，然后大概是早上一班，下午一班，中午一班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接触画画的时间，就是从幼稚园就开始接触美术，然后在学校的时候美术劳作业或者是都会去。我小时候会去参加比赛，对，就是每次就是奖，然后有得奖这样，对。你很喜欢画画？没有，就是耳濡目染，被妈妈逼的，不是，就家族都是画画的，对。看起来就是被妈妈逼的样子，好吧？然后那你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你在学校。你应该常常被欺负吧？是因为我那个那时候高职的时候也是走画画的，对。然后因为我是广设科，所以广告设计，对，广告设计科是现在是协和佑德高中，然后他。然后那时候就是同学欺负我的很多，就是会把就是烟直接塞到我的口袋，然后就叫做叫我帮他去卖，对，然后或者是有会有就是木板就从我背后都偷袭，很坏哦。品德就是上面是有点有待加强啊，对。那你会反击他们吗？没有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教官有处理，就学校教官，对，然后就是有给我们来开个检讨或者是说明会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把我同学，然后欺负我同学都一起叫去，然后就教官就狠狠的训了，对。你会不会恨他们？就。没有，就都是过去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也不太常联络，所以就没有。你当大家觉得说，好，比如说妈妈一直把你当作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用她特殊的方法带你，然后可以把你带到今天这样的情况。我待会再请这陈奕宏说他的一些丰功伟业，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有时候听你说话其实是听不太出来的，但是我要让大家多了解一点。你自己被归类为所谓的，当你自己取名叫新奇儿，是，总而言之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一般所说的正常孩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群。你会不会觉得这自己被贴了标签？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标签对你来讲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当时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我都前面都没有申请过手册，然后之后到了大学的时候有申请过手册的时候就会，你是说身心障碍手册？对，然后就会感觉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就是会有落差，就感觉有可能有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那时候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主任要我申请手册？对，你有想交女朋友吗？我有女朋友，真的哦，很骄傲哎、欸！没有，在那你要把女朋友带来啊？在大陆交的啊、哦，真是不早说。
哦，我还很担心你的，因为所谓的新奇而新鲜啊，我们总是觉得说，哦，他可能社交能力比较弱，谈情说爱可能不太擅长吧？你干嘛很紧张的样子？没有。那你交女朋友不会有困难吗？你不会觉得谈情说爱很难吗？没有，就那时候也是在一个就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课的时候遇到的。对，一个化学化，他是学化学的。OK， 那他在大陆，对，他是大陆。那你们现在联系方便吗？用微信，用微信。好 ，OK， 好。对，我要让大家多了解陈一红一点，因为他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一些地方。你在你们的这个 team 里面，你的绰号叫功夫猫，对不对？是。好，当然你们每个人都叫做什么什么猫，那你是副团长嘛，对不对？叫功夫猫。是。为什么叫功夫猫呢？我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两位的来宾，那妈妈跟他的儿子陈一红，妈妈是陈颖君，陈颖君，因为他自己是你们是绘画世家吗？我可以这样说吗？对，我们其实在这个艺术的部分其实是有传承。OK， 好，是。那妈妈呢？妈妈是自己念这个应用美术。应用设计方面，所以当他有了这样孩子之后，他没有像一般的我所认识的，因为说在大部分的家里面，不管是自闭儿或者是糖宝宝，对家庭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家人要维持一个完整都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很容易受到情绪上面的冲击跟波及，而且知道这个是一辈子的事，那要花多少的心力才能够把孩子带到希望他有独立生活的可能。你很了不起啊，可以带到他能够交女朋友，不容易啊。然后呢，我待会再让陈一红自己讲。那进广告回头之后跟妈妈陈颖君还有这儿子陈一红聊。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今天礼拜四的时间，星期四的这个时段，我放非常多的教育的内容在这里，各种的教育，偶尔会有一些人物的访谈，但今天请两位来，除了我看到这本绘本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了。好，那这本绘本因为包括了红蓝老师，那还有这个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郑家忠董事长，这个是我的老同事。是。但今天我请你们来跟他是没有关系，我只看到了。然后另外刚刚一开始我们的开场的音乐，他是知名的国际音乐家，日本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陈田达辉为你们做的。是。每一页的每这画作的每一页上面都有下面都有 QR code。是。这 QR code 呢你去扫描了之后呢就都会听到相应基于这个画作的很好听的音乐，对，那都是陈田达辉以及另外一位叫李云阳，对不对？是他们两位企划的，他们企划，然后他们提供他们的音乐，对不对？是的，然后去搭配呢这画作，所以它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本有声书，因为现在的有声书很多用 QR code 会更方便。好，那这个的小星星变奏曲，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绘本，除了让家里面有星星儿的父母亲们，第一个不要害怕，我想早疗非常的重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周围也有一些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公众人物啊，所以我没有经过他们许可，我就不说。但是家里面当出现了星星儿，甚至于星星儿的孙子孙女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值得现身说法，是因为他们采取很正面的态度，他们不回避这件事情。好，那台湾星期儿创意协会，他比较在对于星星儿做艺术治疗，他们是一个12个孩子的 team。对，目前是12个孩子。12个孩子。好，那这个的理事长陈颖君以及他自己的这个星星儿的孩子陈一红，陈一红就是刚刚跟我讲话的这个，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他现在你现在的生活，你每天的生活的自理不用妈妈来照顾你了吧？不用啊，就是但是洗衣服有些。就是那时候洗衣服的时候，还是有些步骤还是要分开来教。对对，然后像是洗脸啊，有时候洗、
脸的时候，哥哥有教，就是说我脸有点洗不干净，就哗啦哗啦就好了。然后他觉得不够，这不是这不是新生儿的问题，这是每个男孩子都会有的问题。我看每一个男孩子，只要妈妈没有看到的时候，对，都是那样子洗脸，都是那样子刷牙。对，然后会提醒我要刮胡子。啊，对，好吧，你的绰号叫功夫猫，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少林拳，然后也少林拳也练了很久了，从小开始建立新兴趣。对，所以你从小学少林武术，是你自己喜欢还是妈妈叫你学？不是，就是姑婆介绍的。我们家有个家族，我们家族也是少林，我们家族也是武术世家啊，这么特别啊。对，就是我们好几代是合起来练拳，从祖父那一代，曾祖父那一代、就是、少林拳，是这样子。其实太极拳早期我是现在这边非常呼吁大家，其实用艺术去做这个人生的难题的一个解决方式是很好，因为他早期的时候，易宏是一个非常不平衡、走路不平衡的孩子，他经常的摔倒。然后我们很早就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鞋子反穿，矫正鞋。然后我们看了很久很久，很多家医院其实都不会好，动到最后他左右脚都分不清楚。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那后来就是我们做这个感统，感统做到小三，老师就跟我们说再做也没有用了，他已经到对、他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就是对他来说是没有效果的。那后来我就把所有的东西转换成体育，也就是去打武术。后来发现他一练武，他的跛脚就好多了，也就是他本来会有内八、这样的孩子都会有一只脚他比较倾斜，也就是他骨盆是不正的，所以他会有一只脚是歪斜的。那其实就从这里很容易分辨他其实在大脑里面是不平衡的。后来我就让他去练武，去拉筋，那后来走路就正了。所以我刚刚你走路来，我还特别偷偷瞄瞄你一下，你很好啊。是，那个其实就是靠体育去做纠正。对，那后来就是他眼睛也落后，大概2到3年，生理就是他的生长比较慢。那医生跟我说什么要用一个电脑程式去纠正，我怎么想都不对，我觉得那个电脑不是对眼睛很不好吗？已经够不好了，这样更不好。我就把它换成大小的球类，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我不断的用球类去给他做矫正。所以其实这些部分，这些艺术的部分、体育的部分、音乐的部分、美术的部分，其实可以解决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好，那陈勇，你打少林拳，是你还参加比赛？没有参加比赛，有表演，但是没有比赛，我没有参加比赛。那你如何知道你打得好不好？就是因为师傅会纠正，然后师傅他训练的方式很特别，我觉得我很喜欢。对对，然后有时候会纠正说哪里身体要放松，或者是像师兄会教说哪里你要放松，然后哪里肩膀要放宽一点，然后或者是你的脚抬或是要抬腿的时候，就是身体要往下低，然后再往上冲，这样。所以就是很多技巧会让我学到，对。然后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没有去注意到，但是师兄他们有注意到的是，对。你最喜欢哪一套拳？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规定拳。对。这什么拳？规定拳啊，就是他的拳法很长，那时候。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有表演过，然后也有去特别去请师兄，因为师兄他是那个体育大学的学生，所以他有请他去教我一下，就是该怎么样去注意身体有法，哪方面去注意，或者是他开场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打，然后才不会紧张这样子。他不好意思讲，我帮他讲，他有尝过甜头，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不是被欺负嘛，可是呢，他得过第一名的这个表演的那个奖状，所以那个鼓励对他来说很大。也就是你说武术表演，对，其实他刚刚有讲，他在美术有得奖。
他其实在我从小就让他吃一点甜头，就是想办法让他先感觉到自己有自信，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呢他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他知道比赛他有机会得奖，所以他就不会去轻视他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有一部电影叫做《美丽新世界》，就是那个他们在犹太营，那对那个物理那个数学家，对，那我其实我带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在《美丽新世界》里面，我其实没有告诉他怎么了，但是我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很多，让他觉得他在玩。他在游戏的那个过程里面让他去学习，对，那就像他说他长大有才被老师要求去拿手册，那其实是因为他到我其实一直没给他申请手册的原因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好，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好。你都没有挫折沮丧过吗？他被霸凌的时候我很心疼，在国中高中甚至家长居然面对我在做学校帮我们做协调的时候，他说是因为你的孩子有问题，我说你打人的没问题吗？怎么会是我孩子有问题你就应该来打我？那我儿子很特别，是他其实会武术，但是他从来不动手，因为他会去请示师父说我可以动手，师父说他怎么欺负你，他讲完了师父说我觉得我们练武的人要学忍，所以不能还，他就一直记得师父的教诲，所以他从来没还手。那我记得我到后来我其实有点生气学校或者老师的处理方式，当然会所以我就跟易宏说来我们示范给他看，结果我儿子就三两下把我压到地上去，我们就示范那个动作，老师才吓一跳说啊，原来你是会还手的，我说我们是，但是我们不做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所以不要以为身心障碍孩子他就可以任你欺负，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真的也掉了很多眼泪，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想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跟社会一样做出很多正面的东西，那这也是我一直鼓励他们，那但是后来因为他一直会常被欺负，到那个洪仲丘事件发生的时候，主任就很郑重的跑来问我，他说如果你好不容易栽培出来的孩子如果在军队里面出事了他就归零什么都没有，你不害怕吗？所以才去申请手册，然后后来我才去申请手册。 OK， 对了，因为我刚本来也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时候要服役，是服役军中，服役是一个很阳刚的世界啊，那个是世界大家追求的是效率，那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爱与包容去慢慢的跟你磨，好，这个可能是需要做一些特别考量。诶，你的专长，你最喜欢的除了画画武术还有没有什么？英文。英文啊？你英文很好吗？没有，就是有英文老师，就是惠民补习班在台北市有一个 Michelle 老师，他很用心的教我英文，然后也教了很久，然后对，陈英文刚跟我说，因为你已经快毕业了，是，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到美国去念书，有可能，我现在会有点担心你将来的学历可能比我高，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希望培养出几位种子老师，因为我们后来在社区，我们在社区带宜兰100多位孩子，就是我们后来其实在台新第七届的这个社企奖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奖金拿去做爱子灯笼，然后让宜兰100多位的身心障碍的孩子去画这个灯笼，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派了团长副团长去教，在教画画的过程我们发现他们是叫无障碍的沟通，也就是彼此都知道你跟我一样是 OK， 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这个完全的接纳，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可以让自闭症的老师去带他们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团长跟副团长一定要有高的学历，接下来就由他们去带他们
做这个教学的工作，那会比一般的老师更适合。很了不起。好，当然我要进一下广告，在我们现场的台湾新奇儿创意协会的理事长陈颖君，以及他有这个自闭倾向的孩子陈一红。进广告回头继续跟陈颖君、陈一红聊。好，得到多助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家庭要很诚实面对自己跟孩子。它不是上天的惩罚，它不是命运的不公平，它就是来了。来了之后，自闭症跟唐宝宝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就是他们如果受到好的照顾，除了早期的疗愈，会让孩子们之后的表现会变得很不同。那甚至于有很有机会出现的像陈一红这样的情况，他还准备去留学。那但是如果做任何的智力测验，他其实各方面的表现可能都会让你觉得说这孩子其实是智能不足的。好，但是就是看父母亲的态度以及这个社会的态度。但是我知道绝大部分的父母亲、绝大部分的家庭以及绝大部分有自闭或者就说呢这种的高功能自闭的孩子，他没有办法碰到一个妈妈像陈颖君那种很健康很正向的态度。你对于这些隐藏的社会各个角落，你如果像刚刚讲58个里面就有一个，那个比例很高，表示有很多的家庭只是我们没有遇到，你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我对他们建议就是正向的去看待，而且找出他们的优点，也就是他们只要有其中的一个优点，他就有可能被放大。那另外是，其实我们如果听到有人对我们的孩子有特别的关心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提高警觉，是不是他真的有问题。那学习就寻求医院的这个部分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要被医生的话吓到。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我怎么样去用我自己身边的资源帮助孩子，因为其实父母非常重要。比如说我是学美术的，我可以把它往美术方面发展，因为我可以长期的关注他的教育。那如果他是学妈妈是学音乐的，好，父母学音乐，他就是栽培成音乐的部分。那如果你的专长比如说你可能是开店的，没关系，你就让他长期的去接触，因为他们有个部分叫惯性，就是他长期接触在那个环境里面，耳濡目染，他就可以。所以父母身边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只要父母不断的把他带在手边，就是手把手的教，总有一天他会开窍。对，我承认那个过程一定是辛苦的，是要投入的情感以及家庭的心理准备，那个一定是很漫长很辛苦的，投入时间一定是很多的，但是我相信那结果是甜美的。当你看到你的孩子是这样的时候，回头的这段回首来时路应该都值得。重要是态度要健康，希望家里面有新兴儿的父母亲们，家庭把门打开，让孩子出来，而且越早越好。最后我要问陈一红，我问你啊，新兴儿跟新兴儿沟通是不是比较容易？是，真的吗？是，你是说，如果你碰到新兴儿，你们讲话比较互相讲话比较容易懂吗？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去教南洋技术学院的特殊生，然后他会比较，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会比较听得懂我们就是在教课，然后跟他们学校的学生不会互动。你不可思议，他们在上他们的课的时候，2个小时没有人要下课。OK， 所以你们严格讲，你们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你们有自己的语言的，对不对？是。所以你可以把我们当外国人、外星人。没有啊，就感觉像对，有凭感觉。好，因为陈一红说他想要去国外去念特教，如果你念特教回来，那我相信你会是非常棒的老师。是因为是对，因为美国他们的东西还是比较厉害的，就在特教观念里面。对，好啊，很棒。等你念完回来的时候，我愿意到你的星球去听听看你们的对话的内容，因为我觉得那是对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好，这是我第一。